树大招风 ，KU Boost 吹皱推特一池春水。夯到不行的 KU Boost 推特账号，最近可是万众瞩目的焦点。尤其是在他们宣布收到从堪萨斯大学送来的终止令后，身价更是水涨船高。KU Boost 这个账号并不只是社群媒体或是充满美照的平台，他还兼卖手环、衣服等饰品。堪萨斯大学的体育主任吉姆·马奇欧尼强调，大学并不是要关闭这个推特账号，只是不希望他们滥用 KU 这个招牌。只不过试图阻挡却得到反效果，这个账号比之前更出风头，现在甚至还有拯救账号的活动呢。你觉得他们应该要终止这个账号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Follow us on Tumblr.